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恭喜全国我们 AI 城市的用户啊！我讲过，你只要掌握趋势，掌握趋势，400点就是一倍的获利啊！从1月2号新春开盘开高，新春开高，1月2号，全国投资人，当天开高，请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 ？AI 城市跟你讲什么？当天1月2号开盘 ，AI 城市9704怎样？空啊，投资朋友。你不要再打来说张老师你真的这么准吗？你不要怀疑，我跟你承认，不是我那么准，我没有那么准。 AI 城市多空不是由老师看准不准啊， AI 城市是由今天大数据，透过大数据，透过 AI 城市交易盘中计算市场筹码多空，你这样才能掌握趋势多空啊。趋势不是用猜的啊，不是你老师每天开盘上多下空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上多下空？啊，跟你讲开盘跟你讲，哎，今天高点低点，你猜高点低点干什么？1月2号你猜低点，猜对了没有？低点跌破还有低点，低点跌破还有低点，天天都有低点，你猜高低点干什么？你要的是一个趋势嘛。所以我讲到趋势，你必须透过 AI 程式盘中精准的掌握市场筹码，掌握趋势嘛，对不对？明确讯号，预判趋势力道，400点就是一倍的获利，一倍的获利。1月2号一开盘，早盘一开盘，全国投资人啊，你在干什么？所以我说，你想尽办法加入我们的 LINE， 真的 King 518，你赶快加入张老师的 LINE。我们的 LINE 盘中不是跟你讲今天的高点低点，每天跟你猜今天的压力支撑啊，每天跟你讲上多下空，那到底干什么？我们是很清楚的告诉你，法人筹码多空的方向。1月2号一开盘9704转空，全国投资人，当天一开盘9点15分9704空啊，这不是我讲的，来，所有全国的用户，当天一开盘开高，导播拉近一点，一开盘9760附近，趋势力道，请你告诉我，是不是？什么叫预判趋势力道？什么叫预判趋势力道？一开高之后9760趋势力道已经怎样？由多转空，由多转空，9704再空。AI 城市一路空下去，请你告诉我，当天一路空下去多少点啊？9704哎，你不要说空不到哎，过了十几分钟还在9705哎，还在9705哎，啊，当天一路空下去，请你告诉我获利多少点？获利多少点？是不是150点？一空下去是不是一口单就150点？一口就30000嘞？趋势力道清清楚楚啊，所以。1月2号一开盘9704空，不是张大文说空哎啊、哦，所以你要知道，你是把跟紧市场 AI 城市的筹码，9点15导播拉近点，1月2号9点159704空，一空下来已经将近150点送给你了，你先立于不败之地嘛，你不要当天一早拼命做多，你当天已经灰头土脸了嘛，对不对？9704空，昨天1月3号。1月3号，所有赖的学员一早9488再空杀下来9468反弹短多上来之后9533是不是再空？啊，昨天8:469488先空开盘再空杀了50多点9:309468短多反弹，哎，这个反弹也70多点呢，也70多点呢，弹上来之后953310:169533。再度转空，是不是啊？再度空还是空啊？甚至我们的 AI 城市，昨天的夜盘呢？全国投资朋友，昨天的夜盘呢？啊，你现在想尽办法哦。现在 AI 城市现在已经是全天候 AI 交易时代的来临了哦。那日盘加夜盘，日盘加夜盘，对不对？白天上班忙的人啊，夜盘你一样让你掌握。日盘加夜盘，让你一起轻松带回去啊、哦！昨天晚上所有赖的学员，我们的夜盘重要的转折也会跟你分享。哎，昨天晚上先反弹上来9472再度翻空，昨天夜盘有没有再跟你分享9472翻空？听我等等哦，这都是在我们的赖里面啊、哦！你只要加入张老师的赖。
对不对？从1月2号一开盘9704空，是不是？昨天一开盘9488还是空，反弹还是空，9533还是空。昨天晚上夜盘告诉你9472还是空哦，你要小心哦。连夜盘也跟你分享，今天一早9306啊，从97049533一路空下来，请你告诉我今天多少点啊？有没有400点？有没有400点？将近400点了吧？对不对？是不是一倍的行情？一倍的行情啊！投资朋友，新春开盘跟着我们 AI 城市一路操作了下来，今天80000又赚80000了，800000又赚800000了，轻轻松松。不要自己预设立场，多空不是你用看的，高低不是你老师在猜的，懂不懂？跟紧市场筹码，由 AI 城市盘中帮你计算趋势多空。AI 城市盘中帮你计算趋势多空，这个才会让你怎么样？跟紧大户的脚步，你才会掌握获利嘛。你每天自己猜高低点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会猜对吗？猜10次啊，错8次干什么嘞？对不对？一路空下来，你告诉我今天有没有400点？是不是将近400点了？甚至昨天晚上夜盘9472跟你分享转空哦，今天早上是不是也170点？一口3万多，好，那一路空下来将近400点了。今天怎么操作？精彩的时刻。今天怎么操作？今天一早，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，美国昨天又崩了660点，今天早上怎么办？你敢做多吗？今天早上做多做空，你很困扰哎，对吧？崩了400点，你想不想空？你一放空被嘎死，对不对？做多又害怕，很简单，今天开盘。送错杀到9306，到底该做多做空？很简单，交给 AI 城市嘛，由市场筹码，对不对 ？AI 城市盘中计算市场筹码多空嘛。来，我讲过 AI 短冲的，每天掌握到50点，你一个月就是200000嘞，一口单嘞。张老师没跟你夸大哎，什么上多下空接满仓？什么叫满仓？满仓是几口？100口？10000口？对不对？这个很多老师一出手就8口10口，干什么？你洗巴了，瞬间重压，压什么？把房地产都压了，对不对？压妻子，压老婆，压小孩，不能乱搞。我讲过，你只要掌握透过 AI 程式掌握多空，你每天一口能够50点，你一个月就是200000，你为什么要贪心呢？为什么要每天要重压呢？跟紧 AI 城市，交给 AI 城市。今天一开盘，所有全国赖的学员，啊，所有全国10000多人，你帮张老师做见证就好了。你帮 AI 城市做见证，所有我们赖的学员，输入 King518 来。今天一开盘，赖怎么跟你分享？所有加入我们的赖，大户城市至1月2号9704 9533。甚至昨天夜盘9472一路告诉你向下转空，今天一早下杀9306，你告诉我大跌的是不是将近400点？看到没有？当时重挫哦，来导播稍微拉近一点，当时重挫快400点了，我们跟你讲什么？当时还没涨啊，刚刚翻多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跟你讲今天大户 AI 城市9325怎样翻多？那张老师真的假的？哎，不是我猜的哈，我讲过盘中第一时间计算 AI 程式，今天一早跳空大跌，来全国投资人，今天一早跳空大跌，杀到9305，对不对？哦，来，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9325怎样？怎样由空转多，对不对？我把前面再给你放大一点，你才会看更精彩啊，是不是？一早开盘是不是一路大跌，对不对？一早开盘一路跌跌跌跌跌跌啊，跌下来了，杀下来了，开始怎样？9325翻多，有没有？很清楚，它跌下来翻多，趋势力道翻多 ，AI 城市9325翻多。来，全国投资人，今天一早几点几分？9:37，9325，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你只要看得懂中国字。对不对？你只要看得懂箭头向上，9325今天一早重挫大跌了快400点，
9355，你很清楚这里要干什么？做多嘛。谁讲的？不是我讲的。高低不是我猜的。谁讲的 ？AI 程式盘中计算，筹码转多，筹码转多啊！很多用户打来，张老师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美国崩600多点，怎么可以做多呢？不是我在做多，市场 AI 程式透过大数据第一时间帮你计算整个市场筹码转多。9:37，请你告诉我，我有没有跟你分享？9:35，你可能还不相信，你可能还不相信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要相信嘛，崩了600多点，怎么会翻多呢？市场 AI 程式计算翻多，你要赚钱就跟着市场筹码多空操作。9:35翻多，9:37，9:35翻多，请你告诉我，9:35翻多，张老师会赚钱吗？啊，20点，啊，30点，啊，会赚钱吗？是不是啊？40点，哎，张老师会不会赚钱？啊，趋势力道一路多，一路多，一路多，请你告诉我多少点？导播拉近一点。全国投资人多少点啊？70点啊！今天一早第一时间9:37，9:35转多，麻烦你告诉我，一多上来有没有50点？有没有50点？我讲过一天50点，你一个月就是多少？20万呢？今天一开盘9:35翻多，张老师啊，美国崩盘660点，怎么可以做多？市场筹码做多，你就跟着市场筹码走嘛。一多上来，趋势力道一多上来，请你告诉我，70点。好，接下来趋势力道怎样？由多转空，70点多单先获利一趟，有没有？接下来10:14，9:356转空来。10:14，9:356转空，哎，空下来，请你告诉我，哎，也20多点嘛，对不对？短空下来是不是也20多点？是不是也20多点？好，最精彩了，先多再空，10:27，9:353，来，发生什么事啊？10:27，9:353，再度翻多，来，请你亲眼看一下，过了将近10分钟，还在九三四几哦，通通让你穿价成交，趋势力道再度翻多，一多上来多多多多多多多，来，全国投资人多少点？又50点嘞！接下来到了9410，趋势力道转空，多单50点获利。今天所有 AI 程式的用户就这么简单。不要你猜多空，不要你猜，不要你赌，不要你硬凹，不要你什么上多下空，搞不清方向。一早9:37，9:35一多，清清楚楚上来70点，9:356短空下来20点，9:353再多一趟，一多上去50点。麻烦你告诉我，今天几个50点？今天10:30以前3趟的操作，1、2、3多空多3趟，你告诉我几个50点？全国投资人，就这么简单，一早先多70点，短空20点，再多又50点，3趟，麻烦你告诉我几个50点？是不是3个50点？这就是张老师告诉你，指数操作真的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复杂，只是问题你没有好的专业的工具，你每天跟那些老师猜多空，每天什么上多下空，那到底要多空？每天告诉你瞬间重压，压多压空，搞不清楚，每天在赌，我不要。今天跟紧 AI 程式，就像你把导航系统拿回去，就像你把血压计拿回去。量血压很难吗？你有血压计量血压，答案马上出来嘛。但今天问题，你没有血压计去量血压，大家猜了半天，到底高血压低血压，谁会猜得对啊？不要骗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做指数的，每天在那边跟着那些老师在猜多空，在猜高低，你不会赚钱的啦。为什么？你方向搞不清楚。哦，你跟着 AI 程式，对不对？从1月2号一开盘9704空，一路空下来，昨天是不是告诉你9488反弹9533还是空？昨天晚上夜盘告诉你9472还是空？今天一早，请你告诉我400点了吗？
将近400点了嘛，一口是不是8万？今天重挫大跌，对不对？今天一开盘重挫大跌，哎，9325翻多，张老师啊，跌了400点翻多，你是骗人吗？市场筹码计算9325翻多，一上来你说有没有钱嘛？9325翻多，你说看看呀，有没有50点？强弹70点，短空下来再多又50点，光这两趟也100多点了嘛。你说今天张老师今天为什么要做多？市场筹码做多，你不要怀疑。跟着大户就对了啊！恭喜大家，所有今天 AI 城市的，你跟着市场筹码翻多，光这两趟也120点了，好不好？那全天候 AI 城市交易时代来临，日盘加了夜盘，好不好？赶快一起轻松带回去，再来股票操作。哎，全国投资人，谁比张老师准呢？你问问自己啊，好不好？我不要讲我准不准，你自己亲眼看的。我讲过获利关键掌握筹码嘛，重压主流嘛。去年底我送给大家的环球金，你看看怎么涨的，200涨到400，是不是涨一倍？大涨之后是不是叫你获利？告诉你接下来资金摆在哪里？5G 什么呀？光环嘛！我有每天给你换股票吗？啊，我每天给你一下创意，一下嘉金都乱搞一通啊！啊，一下台积电追台积电，很多很多老师每天乱搞。我们去年十月底就是环球金。有没有带你买？全国会员见证，没带你买，每个人我赔你500万，就这么简单。从200多一路买，对不对？200多一路买啊，涨到快400了，来到400，告诉你大户出货了，你还看不懂啊？告诉你环球金、矽晶圆全面获利，不要碰。你告诉我，环球金从398，今天摔到230了，啊？你告诉我张老师准不准？一路警告你矽晶圆不要碰啊，你看看。合金从46今天摔到30，有没有一路警告你嘉金不要碰啊？从50多今天摔到30啊！我告诉你，警告你不要碰，是不是？警告你台盛科不要碰，150今天摔到100，谁比我准？麻烦你告诉我啊！那矽晶圆不准你碰，告诉你全面获利，接下来送你的5G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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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叫你买什么？光环啊！从20多块，今天怎样啊？今天台股重挫大跌破底啊！从23块报复性反弹，今天光环，麻烦你告诉我，全国投资人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今天美股重挫660点，张老师一路送你的5G光环，今天再度大涨，再度喷出，再创新高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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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看。你跟我一路重压光环五 G， 今天是不是持续大涨？是不是再创波段新高啊？大涨了50%呢！你跟你的老师呢？啊，去追矽晶圆、环球金300多一路买，今天全部停损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多老师是不是追追追啊？你追啊，追嘉金50多块，今天杀到30多块，全部停损，是不是？你跑去买台盛科150，今天杀到100，全部停损。那我叫你赶快买5G 光环，你要停损吗？赚翻了，20多今天还在35啊，是不是？那不仅光环跟你报告，对不对？大涨50%，这两天还在创新高，来，是不是跟你报告5G 光环？光环二号啊，波涛汹涌啊，从30多块翻多哦，报复性反弹哦，哎。你加入张老师的 LINE， 自己亲眼看一下。你加入我们的 LINE， 指数也跟你讲，昨天夜盘转空也跟你讲，股票标股有没有跟你讲啊？今天1月4号，所有加入 LINE 的，一早9点多，跟你讲什么？光环二号波涛汹涌，光环二号告诉你30多块翻多，所有今天加入 LINE 的有没有跟你讲？有没有跟你分享？30多块啊！来，导播拉近一点啊！我们亲眼见证哈、啊，今天是美国崩盘，台股也崩了100多点啊！哎，今天台股最后还是跌100多点啊！啊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今天一开盘来，导播拉近一点，自己看看是不是在30多块，是不是在30多块？没有错吧？今天一开盘是不是还在三字头啊？有没有跟你分享波涛汹涌？那张老师啊，真的5G会涨吗？来来来，大家自己慢慢看。一早还在三字头啊，很多学员打来，张老师啊，5G 真的会涨吗？波涛汹涌会涨吗？波涛汹涌会涨吗？会不会涨啊？9点多都还在这里哦，啊，一开盘9点多还在三字头，
波涛汹涌，张老师，你讲真的假的？会涨吗？会涨吗？波涛汹涌会涨吗？啊，会不会涨？9点、10点、11点啊，3个钟头随便你买，对不对？啊，11点、12点，啊，1点，请你告诉我，今天早盘所有赖的学员，错过光环大涨50%的啊，错过光环大涨50%的，跟你分享光环2号3字头。啊，今天一早9点多，是不是在3字头？是不是在3字头？啊，会不会涨？会不会涨？会不会涨？涨停板。你说张老师运气吗？哈哈，5G 我从封关前已经警告你，赶快重压。封关前已经警告你，矽晶圆、环球晶、台盛科、嘉晶、合晶不能碰。啊，你的老师一路带你追，今天全部停损，灰头土脸。我送你的5G 商机光环今天再度大涨创新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再创破断新高啊？啊啊，今天一早所有赖的学员波涛汹涌，还在3字头，早盘还在3字头，收盘呢美股重挫660点，台股重挫100点，送你的光环2号涨停板。什么是本事？什么是30年操盘功力？自己眼睛擦亮一点了啊！再来之前送你的全新标股，全新标股，25号当天美国重挫650点涨停哦。今天美国重挫660点，照样翻红，照样逆势上涨啊！我跟你讲，不啰嗦，好不好？很简单，那30年操盘功力，5G 全新的标股，光环要涨到哪？光环2号，赶快跟上，好不好？5G 全新标股，那指数操作也不啰嗦啊。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日盘加夜盘，日盘加夜盘，让你一起轻松带回去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。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。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，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汪思麦。行驶高速公路应保持安全距离，在国道上，小型车请将速度除以2，大型车请将速度减20。进入雪山隧道时，与前车保持两个蟹形线，或是与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，这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。大型车则需与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，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。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。恭喜全国投资们啊！一路给你包个新春红包，但是呢，5G 商机大主流，环球晶从200怎么样大涨1倍，告诉你接下来5G 光环有没有讲？环球晶大涨1倍，全面获利啊！给你报告5G 哦，光环呢、啊、从20多块哦。你说张老师今天美股国际股市崩盘，台股重挫破底没有错，光环
再入大涨创新高啊，大涨五成了哈。再来光环二号三字头翻多翻多翻多，今天一早所有赖的学员有没有跟你分享三字头？一早还在三字头，没错吧？收盘涨停，涨停，看清楚哈。来 AI 城市，我讲过明确的趋势嘛。一月二号开盘9704转空，有没有？昨天9488空反弹9533，告诉你还是空。昨天晚上夜盘9472还在空啊！今天开盘400点送给你，好不好？今天一早重挫，来擦亮眼睛，短线每天50点，一个月20万。今天一早9325翻多，所有赖的学员有没有赚钱？9325翻多又是70点。短空下来再多9353再多又是50点。今天这两趟。又是100多点的行情，轻轻松松送给你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好不好？全天候 AI 交易时代的来临，那日盘加上夜盘，让你一起轻松带回去，第一时间掌握财富机会，越早加入财富越多，赶紧日盘夜盘，让你一起带回去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皇家手工开运印章，顶级手工银行印件，公司章材质100种，期待章胎毛笔免费婴儿礼法，台北2922-6422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，趴下；二，掩护。